再一次。那很难呢。在这里。我也要。哎，狗狗。是狗狗的名字叫做这样。我站到你。我等下冰翻车了。走快走快撞到你！姐姐的名字叫做弟弟，这个的名字叫做范思美。啊，还没弄。我们一个手机，大家别掉链，这个叫。谢谢。今天是那一次第二天，第二天 ，Hello， 今天叫做十七，大家跟我坐。刚老师我累坏，我看不到。看到没？看不到。再一次，这不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吗？然后，然后那个下面的台。